我觉得工作是一种快乐，快乐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选择。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好，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好，我是中国移动10086宽带回访专席为您服务。我叫李小亚，我是中国移动客服中心现场主管，我也是一名心理疏导员。那是在各项指标压力下茫然不知所措的我，那是在接续中面对客户抱怨得不到任何解释机会的我，那是相亲中对方不能理解什么叫周末不休息，要班次安排休息的我，看着这些和我一样年轻的面孔，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故事。不仅是指标上的压力，还有一些客户的不理解。我们经常会接到用户电话，我们说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用户电话里说服务什么，让我们的话务员都没有办法去往下去接。听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会教他，因为用户不是冲着你来的，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不会干扰到你。你就想象一下，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电话里面那一头有人陪你说说话，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呀。对他的感觉像恋人，像兄长，像父母。我当时开了这个非访谈，我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10086客服人员。刚开始他们走进来抱着一些质疑的态度，但是我们聊着聊着解决一些问题过以后呢，员工就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认可。有的员工跟我说，小亚主管，我可以跟你回家吗？我说好，没问题。因为每一次这样我很快乐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梦想。每个人对工作的理解不一样，有的人认为工作是一种消遣，有的人认为工作是一份收入，而我呢，我觉得工作是一种快乐。它真的能够把我的一些兴趣和爱好结合在一起，我没有觉得我是在工作。我刚开始到那个班组的时候，我觉得部分员工对我还是爱理不理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本来这个营业厅当时的指标呀各方面就是有点落后，那么员工的这种状态呢可能会让我觉得压力更大。那后来呢，慢慢的通过一些活动的一些开展，包括一些我们在管理中融入一些新的元素，每次接到任务的时候把任务当成一种游戏，大家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去想办法，去每个人不同的分工，从中让大家找到一种乐趣，把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。我们每个话务员前面会有一面镜子，那我们就对着镜子去练习你的微笑。哪种微笑最发自自己的内心，那么这种微笑一定可以传递给用户，真正的能够让用户聆听到我们的微笑。一二三，抓好运。晨会是一天早上的一个开始，会有健身操呀，或者是一个舞蹈。其实我觉得感动员工挺难的，我们10086的 EIP 工作也挺难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做 EIP 呢？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各种方式对我们10086的员工有一种帮扶，让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快乐去传递给客户，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友好。这就是我们10086的工作。因为一种快乐，我传递给我身边的同事，那么我同事更高效的工作。
我也用这种快乐传递给用户，我帮助过的用户向我传递的一种友好。我觉得快乐也是我的一种梦想，一种简单的梦想。我也希望把我的快乐能够持续地传递下去，传递给更多的人。每天我都要微笑面对需要接待300个电话和偶尔被误解的10086客服人员，因为我相信微笑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梦想。和是一种友好。我是新的生活梦想者李小亚。